要来这里呀、啊，那边太远了。好。咬那它不是民歌，这才是民歌，这就是很标准哦，标准的，对不对？我在这边都很标准哦，这个嘞，哎哎，干嘛、啊、奇怪，他爸爸是白的哦，对啊，爸爸是白的，他才生两只，这样表示爸爸的基因不够强，不要玩啦，只要给他白色的一窝都会是白的，对啊，但是他有一只是米白，然后一只是山猫。哎、欸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借我抱走一下。把我抱抱身上。那他这个是白色的，他到大都是白的，还是他就变纯白的？他一辈子都是纯白。都纯白的。哎。这么好。你好像景点嘛，刚完成那样。对啊，老板就是纯白。然后再一个盖子。你好，好。哎。哎，喂，玩屁呀、啊！你那个其实做那试镜一下，检查一下就可以知道哎，发薪水，我就直接这样做就好了，就麻醉哎，这个好吵吗？那间动物医院你去，你是枕头啊？猫咪的状况症状拍出来给他看，然后请那个医生说要做什么样的，然后我会给你做，我帮你推荐你介绍。